各位嘉宾、各位全国朋友，大家好！迎大家出席 Fashion and Beauty 流行新知 OK 直选完美品牌大赏2014嘅颁奖典礼。我哋嘅典礼将会喺五分钟之后正式开始，请大家就座，准备迎接最受城中 OK 界欢迎嘅美容产品同完美品牌嘅投票结果。見到楊玲娜，我知道你之前去咗英國嗰邊遊學喎，咁啊大家都知道英國嘅天氣咧應該乾燥啲㗎，咁你有冇做翻足啲保濕措施咧？其實之前即係去咗英國啦，咁其實英國嘅天氣確實係比香港乾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喺我自己無論去世界邊一個各地都好咧，咁其實我自己都好注重自己皮膚健康啦，咁所以每一晚敷 mask 都會包含撥少嘅環節。咁我覺得有時有個方法係幾好嘅，即係有時冬天好凍嘅時候，大家會好難敷 mask。咁我有個小貼士嘅就係，我會將 mask 放喺暖水度浸一浸先，跟住咧係啦，浸暖佢。咁然之後就冬天嘅時候敷上面咧，咁就又保濕又温暖。明白啦，咁啊講到皮膚咧，除咗要保持一個適當嘅濕度之外咧，要靚嘅皮膚仲有好多嘢要去顧及噶，尤其是想好似咧咁樣啊，又白又滑，最緊要咧就係好似零毛孔一樣。你又有冇一啲嘅 tips 可以教下大家咧，點樣可以毛孔收細一啲啊？其實毛孔如果要收細，咁就一定要毛孔清潔得好乾淨啦。咁所以女仔一定係貪靚，中意化妝噶啦，但係點都好翻屋企一定要落妝落得好乾淨。係啦，咁啊，同埋就算每一日你唔化妝搽防曬都好啦，翻去都一定要徹底清潔好自己嘅皮膚。仲有 even 防曬咧，大家都唔可以睇少噶，清潔呢個步驟好重要，亦都多謝江日倫嘅分享啦，請繼續留落為我哋頒發獎項。首先公布嘅係 OL 自愛潔面產品。Voice Facial Gold with Aromatic Acid， 有請統一藥業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Product Manager Miss ID Tan 上台領獎 ，Congratulations！ 好，唔該曬 ，Thank you， ID。繼續公佈嘅係 OL 自愛卸妝產品 Sula 4 Minutes Anti-Shine Fresh Cleansing Oil， 有請 L'Oreal Hong Kong Limited Group Product Manager Mr. Kim Lo 代表上台領獎，有請 Kim。Congratulations, 多謝曬。繼續公布嘅係 OL 自愛爽膚水、軟膚水。Sylvina Butter Whitening Lotion， 有請 Carl Hong Kong Limited 嘅 Brand Executive Miss Carrie Lim 上台領獎，有請 Carrie。幫起高咗我哋大會攝影師嘅位置 ，thank you， 恭喜曬，首先你都有曬。繼續宣佈嘅係 OL 自愛基底液。In the Bella Essence Lotion， 有請 Estee Lauder Hong Kong Limited Marketing Executive Miss Claire Fly 上台領獎，有請。恭喜曬！繼續頒發嘅係 OL 自愛保濕乳霜。The Body Shop Vitamin E Aquaboost Solid， 有請 The Body Shop 嘅 Brand Manager Miss Ada Law 上台領獎 ，Congratulations！
恭喜曬，即係啦。繼續頒發嘅係 OL 至愛保濕精華素。Apolia Taiwan White Cream 有请 L'Oreal Hong Kong Limited Assistant Brand Relations Manager Ms. Lizzle Yi. Congratulations. 恭喜晒 ，thank you。继续颁发嘅系 OL 至爱电动脱毛器剃毛器。Fitness, Steam Perfect, 全球亮肌套裝，有請 Philips Electronics Hong Kong Limited 嘅代表 Miss Margaret Lai。Congratulations, 恭喜曬！最後請請為我哋頒發嘅係 OL 至愛去黑頭精華。Office Those Hands 有請 Philip 嘅 Strategic Business Unit Head Ms. John 代表上台領獎，恭喜曬！恭喜曬！亦都唔該曬，Thank you， 請兩位就坐。